哎，马总，哎，小夏，咱以后不这样行不行？我自己来。行，啊，开车吧。哎，马志武，进去。 干什么呀？开车。我上班。我知道你上班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开车吧。我上班，你跟我去干什么呀？你啰嗦什么呀？司机师傅啊，咱们赶紧开车吧。啊，我忘了介绍了，我是你们总监的夫人。赶紧走吧，待会儿时间来不及了。啊。 安哲林，闭嘴！你知道吗？在中国，对别人说闭嘴，就等于说shut up，这很不礼貌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抱歉，打断一下？OK，OK，OK，啊，安哲林。 爸爸今天想好好陪一陪你，咱们出去玩一玩，好吗？咱们就过一个救属于你和我的父亲节，好不好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看你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没时间好好陪你。今天带你好好玩玩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不用这样，你不用因为做错了事情现在想挽回，我今天有安排了。 哎，热脸碰了个冷屁股。爸爸，你酒后闹事的行为太不绅士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啊，开车不要弄洒了。谁让你买这些东西？ 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啊，就脑子拎不清楚。你知道吗？花了我好几百块钱呢。我还用这几百块钱帮你办成几千块钱，甚至是几万块钱的事情。等着吧，啊。走啊，愣着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待会儿进去的时候帮我好好介绍介绍，晓得吧？哎，马总好，马总好，马总好。嗨，你们好。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们马总的未婚妻。 哦，怪不得这么漂亮啊！真的吗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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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志武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我们带了一些下午茶，分给大家，你们千万不要客气啊！哎，志武给人家发一下呀！谢谢马总，谢谢马总，你财务部的啊，后勤的，谢谢马总，谢谢马总，嗯，不客气。 那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那马总您慢走。哎，嫂子慢走。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马总，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看你不顺眼的张经理在哪间办公室啊？就前面这些。啊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你别管了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啊，那好。 就这么说定了啊，嗯，咱们再联系。嗯，哎，张经理。
哎，你好呀，你好，我是马志武的未婚妻。哎呀，老听我们家志武提起你，一直想上来见见真人。今天我正好路过，我就冒昧上来给你提醒。马总真好吃，哎，您看到在张经理那儿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干练的男人。马总，谢谢。哎，我叫你哥哥，你不介意吧？ 哎，哥哥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妈给你买了咖啡，还有这个点心、下午茶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，我呢自作主张就订了一个摩卡的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？谢谢马总。哎，谢谢你。哦，你未婚妻真漂亮，她哪里人呀？万一我买了你不喜欢，又不好意思跟我讲，那怎么办呀？现在啊，我这颗心终于放下来了。不会，那也是你的一份心意啊。 呀，说的可真好，我一看你就是个大度的人，无心之过你也一定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对吧？哎呀，张经理，哎，马总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打扰你工作了，行，哎呀，人家聊得正开心呢，我们家志武啊就这个样子的，人太老实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志武，你好好的要跟哥哥学习学习。 你在美国读过书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你现在回到中国了，你要从头学起，你晓得吧？啊，哎呦，我打扰你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走了，你们还有工作要谈啊，那你们慢慢聊。张姐，再见啊，回头来看你啊，再见。哎，等等，啊，马总，现在有空吗？有，坐下聊聊。 好，好，好。张经理，上次从您这儿要走的那几个人，确实是不合适，我在这儿再一次的给您道歉。都过去了啊，咱俩要是还在这儿没完没了的道歉，那就不算是朋友了。您说呢？啊，对对对，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 张经理，你在咱们集团呢，经验组业务好，以后您还得对我多指教。真是哪里的话呀！哎，对了，马总，你手里那个蓝莓酒的方案做得怎么样了？依我看，你应该早一点提出来啊，也好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。您觉得这个方案行吗？何止是可行啊，是好，非常好！啊，你就在下周的周会上提出来。 不过时间是不是紧了一点？我怕。怕什么呀？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啊！就算你的计划啊有一些纰漏，我们也可以帮你完善呢。哎呀，张经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我就按照您说的，马上准备。好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好吧，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，再见。 什么呢？能让我看看吗？没看什么，没看什么。哎呀，那这是给您的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谢谢。嗯，怎么还没走？哎呀，我跟您说啊，那个我们打算去美国，去看看志武以前住过的地方、读过的学校。应该。我们打算去完美国以后呢，还要去一次巴黎。哦，应该应该。您去过巴黎吗？哎呦。 我哪儿那福气呀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家志武就是在埃菲尔铁塔下面对我一见钟情的。哎哎，诸位听听啊，听听马总讲这个埃菲尔铁塔这个一见钟情的事儿，好吧？其实也没什么啦，我觉得。 都是缘分，老天爷给我们两个人的缘分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知道吗？巴黎那边的人哦，特别有品味。嗯，我准备下个星期过去呢，就去订我的婚纱。哎呀，就是可惜我们家志武要上班，他要不上班的话，一定会陪我去的。真的，姐，你下周要去巴黎？对呀。那你能帮我带几瓶香水吗？还有我也要帮我带几条爱马仕的丝巾。哎，我也要。
你们把你们需要的东西啊都写在纸头上面，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们带的。不客气啦。他工作也挺忙的啊，他得回去了，回去吧。嗯，好。陈经理，那我们走啊。再见啊，陈经理，再见。圆满，桂，大白天关什么门呢？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这不正在换衣服吗？怎么开门呢？好像是因为看你似的。这些都是我从蓝雪红那订的开业的礼物，赶紧帮我拿一下。累死我了，在你这歇会儿。了吗？你赶紧去吧，我来装就行了啊。嗨，他肯定是会没开完呢，开完了自然会给我打电话的。这是迟到了可不好，万一塞车。你赶我？哪儿有？这雪红真是神速啊！这么快就把你的开业礼品准备好了，哎，你还不赶紧去谢谢他？我刚从他那过来。哎，圆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不是在这碍你事儿了？哎，你现在不是闲着呢吗？我误会了，我是说，这个蓝雪红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还值得讲。不也正常啊？你说这生意送上门，能不卖力吗？你呀，我劝你还省省吧，别搁那吃力不讨好了。你夸蓝雪红啊，我还真就不吃醋。就是，我老婆根本就不是那种爱吃醋的小女人，古大律师，女强人。说谁是女强人呢？这怎么了？这女强人什么时候被网络了，成贬义词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是被贬义了，而是这种话呀，从某些人口里说出来呀，就变成了贬义词。谁？谁这么大胆子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有人拿女强人骂我老婆，当然生气了。谁呀？哎，我是袁马。你最近见没见到过那个马志武？顾宇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又不是罪犯。我就问你见没见到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没有。自从你发了话要全力拼搏你的伟业，我哪敢踩那个雷呀？那就好。我呀是怕你中了他俩的计。他俩？他和他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你见到马志武了？他和他女朋友一块儿？是不是挺漂亮那个？格调低下。你光记住她长得漂亮，哎，她内心有多么龌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我当然知道。你等着吧，看以后有机会啊，
我让蓝雪红好好知道他的本质。袁妈，啊，我得走了，你把这些东西啊，晚上给我带回家，知道没有？保证我这任务，夫人请。说过的，等你当了夫人，跟他离婚，这话还算不算数？算数，当然算数。所以还得委屈你，去跟那个矮胖矬的小李。你刚才说到那个蓝雪红，是不是开珠宝店那个？是啊。她的老公是海南的老总贺铁军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不用去找小李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别再笑我了。我知道这次我给自己惹上麻烦了。多一句不如少一句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下次我一定长记性。哎，姐姐，我想求你。好了好了，拿来吧。我让我在法国的朋友帮你这个忙。这个是清单，谢谢你啊，阿欣。其实你说的那些话有一半是真的，对吗？你真的很想跟志武去巴黎度一个浪漫的蜜月，对吗？人家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。这有什么难的呀？要是在以前，志武可能没有这个能力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可是堂堂的总监呀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我相信，只要你跟他提出来，他一定会答应你。他对你有这个心。真的？哎，姐姐，你是怎么看出来马志武对我有那份心的？哎，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这还用得着我看吗，傻丫头？坐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马志武，我问你，我帮你办成了那么大一件事儿，你怎么犒劳我呀？舒心啊，以后你别老这么吹牛行不行？你说你答应给人家买这么多东西，你还真准备去巴黎啊？那件事情我已经搞定了，你不用操心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是为了我，我得谢谢你。我的事儿以后你还是不要管了。另外，在外边别老说什么未婚妻、未婚妻，让人家知道了不好。你这个人吧，跟以前一样，老是抹不开面子。哎，陪我喝杯酒吧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马志武，看在咱们俩曾经是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陪我喝杯酒怎么了？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我求你陪我喝一杯酒，行吗？嗯？过来嘛，坐这儿，我给你倒上啊。舒心，我真的有事儿。舒心，我说过了，我今天真的有事儿。喝一个。跟我喝杯酒就这么难吗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今天要是不跟我喝这杯酒，我就一直这么喝下去，我喝死算了，你信不信？心里话想跟你说，我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是我脾气不好，我现在特别的后悔，我就是看着你整天在那儿苦哈哈的带团，又挣不着几个钱。我这心里面，我真的，我特别心疼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疼你，真的，志武。可现在好了哈，现在你当上总监了，挣的钱也比以前多了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以后有钱了，你打算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你是不是想让我交房费呀、啊？房费的事我考虑过了，我是这么想。闭嘴闭嘴闭嘴！谁跟你说房费呢？我那天那么说，我那是气话。你傻呀你！志武，你看我这次也回来那么长时间了。我这次跟以前也不一样吧，没有天天跟你吵，天天跟你闹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在想，要是咱们的日子能一天一天的好起来，其实咱们两个人还是可以相处的，你说对吗？啊？舒心，我知道
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喜新厌旧，你是喜旧厌新。就像这房子，还有你这件汗衫，哎，这是当初我给你买的吧？你都穿了多少年了，你也不嫌弃。我知道，你只要穿着舒服就行，是不是啊？舒心，我觉得你有点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之前都是我错了，真的是我错了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啊，咱们两个人可以从头开始的，志武，真的，真的可以的。舒心，舒心，你听我说。志武，你别跑呀，志武。舒心，志武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舒心，你别跑呀，马志武，你跑什么呀你？啊，舒心，你别这样。我跟你说啊。舒心，我跟你说，你喝多了，你知道吧？咱有什么事明天说，行不行？我就是没有喝多嘛。舒心，怎么了？你现在嫌我老了？舒心，舒心，舒心，我跟以前一样的。哎，马志武，马志武，你给我回来！马志武，你别走呀，马志武。志武啊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舒心，你把我拦下！哎哎哎！哎呦！你等我呀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走什么呀？啊！我腰疼，我腰疼，你帮我贴个膏药去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有事要跟他说嘞。你不急，跟我说一样的嘛。我跟你说得着吗？你又跟我不是一伙的。哎，舒心，舒心，马志武，马志武，哎，马志武，哎，哎呦，马志武。没人跟你抢，慢点吃。没事，他要是爱吃的话，回头我还给他买。不用了，马大哥。是吧？行了。你还真行啊！凉了，凉了。是吧？你呀，找我来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真要找一个。找一个修空调的，这还不得收你个100-200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空调要是不制冷的话呀，以后你就要看看。哎，琪琪好，你得看看呀，这过滤网啊是不是脏了？哦，把它拆下来以后洗一洗，装上就好了。哦，那我记住了啊！你都忙半天了，你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我去给你倒杯冰水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琪琪，爱吃不爱吃啊？爱吃啊？嗯，好吃吧。门把手帮你修好了，凳子腿也定严实了，这空调的过滤网都洗好了，你还在这磨磨唧唧什么？今天你是不准备出这厨房门啦？他是你请来的，又不是我。你，是我没事找事，自作多情，挖空心思总是想让你对他笑一笑。娟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这一步我迈不出去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迈不出去。常老师，就算你对他不动这个心思，可你看在马大哥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的份上，你总该出去跟人打个招呼吧。我是可以出去跟他打招呼，我也可以给他笑脸，但是这些不是出自我真心的。我就算这么做了，你以为马志武傻吗？他看不出来。我宁愿让他觉得我这人挺不近人情的，我都不想自己那么虚。得了，这电话是白打了，这人也白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好事做到底啊！你去跟他说，你为我干什么都是白搭，干多少没有用，受苦受累是他自找的，好吗？啊！721地块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准备启动721地块啊？你这消息哪来的？哎，别跟我打哈哈啊！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就问你，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？小胖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呢跟我说的晚了一点，
我已经找了一家房产代理公司了。铁头，我就不说上次我那副院长的位子是怎么丢的，我只告诉你，这次可是我圆满最后的机会了。找了代理公司又怎么样？买个东西还能包腿包换的，你换个代理公司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说的那家众普我知道，但是论实力论资历都赶不上我现在谈的这家，而且呢，我跟人已经谈到了合同细节了，你说我突然把人家回绝了，我合适吗？啊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回你非让我参加同学会，害得我错过了和扎局长的饭局，弄得我到现在还在为那个该死的副院长职位天天装孙子。铁头，你就像帮芝麻糊一样帮我一次行不行？你和芝麻糊的情况能一样吗？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你不就想先搞定我，然后再搞定你们那个医院的那个，那个谁谁谁吗？然后再想坐到这个副院长的位置上，对不对？哎。不是你这绕来绕去的，你这动静太大了吧你？我，哎，不是铁头，圆满啊，是这样，你先别着急啊，铁军不是说不帮你，只是这个圈子确实绕得有点大，你让他合计合计，你放心，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。啊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喂。蓝雪红的话能信吗？贺铁军真的会帮你？我是谁？他是谁？我们俩什么关系？铁头那人就那样，说归说，这个忙他一定会帮的。不是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替我做主了？啊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跟人家已经谈到合同细节了，这马上就要签合同了。圆满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你要是直接跟他说不的话，他还不得跟你翻脸呀？再说了，朋友之间这碗水，你也该端平了。我端平了呀。他和芝麻糊的情况不一样。我帮芝麻糊，那是雪中送炭，对吧？我帮他算什么？顶多就算个锦上添花嘛。我也不能为了锦上添花，我损失公司咱们这么大的利益吧？啊，721地块，那是咱们公司今年最大的手笔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可是圆满也怪可怜的。你说他为了这个副院长折腾了多少年？铁军，你这也是雪中送炭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马叔叔，你为什么会缝衣服呀？为什么会缝啊？马叔叔小时候穷呗。像这衣服破了呀，都是叔叔自己缝。你看你现在多好啊！啊，吃得好，穿得好。来，马叔给你戴上啊。哎呀，哎，别动啊，看看行不行。来看看，好，谢谢马叔叔。你琪琪真懂礼貌。琪琪，你是叔叔见过的最好看的小女孩。常老师才好看呀。对，常老师也好看。你喜欢常老师吗？喜欢啊。那你喜欢常老师吗？喜欢呐，琪琪喜欢，叔叔能不喜欢吗？那常老师喜欢你吗？喜欢呐，常老师可喜欢叔叔了。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啊，叔叔跟常老师是同学，啊，同桌的你，常老师太喜欢我了。那个时候，常老师啊，就离不开叔叔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放学的时候，常老师一定要拉着叔叔的手。叔叔要是不来班里边上课，常老师呢想的叔叔都哭啊。
真的吗？啊！真，叔叔不骗人。琪琪，你得好好的跟常老师学舞蹈，知道吗？你想不想像常老师那样跳舞跳得好啊？你就要好好的学，明白吗？你越好好的学，常老师越喜欢你。你一定要跳得比常老师还好，常老师那才最喜欢你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好，耶，好了，吃蛋糕吧，啊，来吃吧。看到他，就像看到了我们小时候。我小时候就不会系红领巾。上次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梅老师把你当初给我缝的红领巾送给了我。可惜，30年前我没机会戴上它。今天谢谢你啊！看你说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以后家里边呀有点什么修修补补的，跟我说。赶紧回去吧。天不早了，早点歇着。哎，再见。你是来找我们常老师报名的吧？常老师？对呀，常瑞雪老师。常瑞雪啊，让开。你就是常瑞雪啊？长得就是一副狐狸精的样。说说吧，啊，你是怎么样勾搭上我们家马志武的？从小就被你迷得五迷三道的，你还不肯放过他是吧？啊，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和马志武是同学关系，没什么事儿，请你出去。我为什么要出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姓常的，你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常老师，我睡不着。啊。哟，这孩子是谁的？你说话小声点，你别吓了孩子。嘿，你一个小三儿，你有什么脸在这教育我呀？哎，这是我闺女，谁让你在这撒泼了？有本事管好自己的男人，别让他三天两头来找我们常老师。好狗不挡道，你听到过没有啊？你谁呀你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滚一边去！你骂谁是狗啊？我才是狗！你是狗了怎么了？疯狗！你才是疯狗呢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干什么你？你想打人是吧？你想动手是吧？打的就是你！你给我松开！我打的！松开！你松开！够了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和马志武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要问什么，问你们家马志武去，你别过来。给我出去，出去！你赶紧给我出去！我拿包。